垃圾桶。可是我翻一翻，怕有没有啊？这次邮才48哎，翻一下好了，翻一下。都是垃圾桶的点呢。关引擎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想等全部跑完再来翻吧。感谢 follow。哎、欸，太远了啦，我刚没注意。哎 欸，原来警车哦，刚撞坏一个灯，看不出来。这也太低了吧！安安啊，顾聊天，我的妈！哪边？这里。哇！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来后面才知道这个是列车、欸，哎。
又是2公里，哎、欸，油一定不够吧？哎、欸，它的货运系统就没有那种顺路的吗？然后叫南北送的啦。这一定是没有那个啊，中央处理系统的啊。那只是啊，这一批给你送，还没有说哪一区就放在那附近。警察欸，稳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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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啦，那个后面不知道城市好不好写啊，感觉这样子，顺路系统就真的太 OP 了。哎，这啥小？要等里面人出来。干，会不会开车啊？我刚刚就在想说会不会撞点呢、欸？就还真的有。来啦，在场的司机通通没有驾照。他刚其实可以倒车啊，刚刚可以让他出去啊。又是2公里啊！太夸张了哦！就是刚刚那个点的隔壁，我一定给他不喜欢。感觉是刚刚那个点的附近诶。哎，这太扯了啦！难怪货物没人想做。兄弟，没有啦，我为什么的主管他在整理的，唉，我怎么可能惹主管生气？我这么乖，货都有送到啊，我想开垃圾车，有没有垃圾车服务啊？我们去到点收垃圾啊，啊那这样他们就没有那个保特瓶那些回收了，棒吧？是不是很棒啊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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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过这耗油真的是比较慢哎、欸。你看我送了3批6公里的货，才损啊七了，7%的油量。大物流时代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是在哦附近而已，还要不是隔壁。隔壁的话，搞不好花束就飞出去了。打方向灯。
哦，这边很多的社团哎，激活。听不到哎，哎，没到点吗？哎、欸，有啊，我到点了，然后嘞，哦，我们去卖搬垃圾桶来卖好了。怎么又是快2公里的？还是卡车都是快2公里的啊？刚有这样夸张吗？我要回去上班了，烦你，拜拜，露露，拜拜，露露，拜拜。啊，是我做了什么让主管生气？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原理，也许应该要这样相信。我都有乖乖送货啊，还是说这批货就是大家都讨厌送，特别交给我送？这一定是主管在考验我，一定等一下。交保证金的时候会再多给我1000块，是不是？主管，你一定在考验我吧？对不起。好啦，我们等下去翻垃圾桶找吃的，然后来卖吧。是我做了什么让天使生气？还是忘了什么情？狗狗给隔壁有只鸡的图。哎、欸，这城市真的是很多垃圾桶哎、欸，好棒哦！那就跟上帝他们禀报一下，可不可以有个垃圾车？我们大垃圾车文那个文化要来发扬光大。1.2公里，我妈，这批好久、哦。重点还是我不能播有版权的歌啊，好想听歌哦。可听下去又不能丢 YT，又不能后置了，真的很麻烦。哎、欸，那警车哎、欸，警察贝贝，啊贝贝，他们在干嘛？哎、欸，高跟鞋酒店，赞哦，去翻垃圾桶。看到 GPS 显示在高跟鞋酒店，那、啊、你要不要过啊？不过我过喽，加呢。完美，没插到。哎、欸，他也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不同车吧？是我啊，还在唱。哎、欸，好像跟刚那台车都送一样的地方、欸，哎，都是各种远的那一种、欸，
啊，忘了熄火，熄一下火。不是这样子翻垃圾桶，下一个人要过来的话，就说跟谁啦？车停在这边。哎，不在这里。对啊，来要求个垃圾车。我感觉是最后啊，回到送货中心归还车辆，归还了，好，可以翻了。我们等下就去找脚踏车，买脚踏车。哎，他垃圾桶不能隔空翻了哎。哎、欸，不能翻！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！哇，我们的垃圾桶文化，奇怪了，安安哦，等下去找脚踏车，我们开始翻垃圾桶。三明治。安全带，请出发，我要回家喽。放暑假可以看直播，所以你平常没放暑假不能看直播吗？这只是个借口，你明明就可以看，只是你不想看而已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怎样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乱撞人啊？我物流司机呀、啊。你刚时速太快了吧？抱歉，没事没事，哦，真的好没事。好好。他时速很快诶、欸。刚刚那个起码有150了吧？大牛，大牛，天哪！这位仁兄怎么坐轮椅的、他说我要什么，他啊？啊，就买给我残我，他障说人要士等啊。哦，下什雨嘞，么？下雨嘞，那推谁进啊？去，不要淋到雨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这里有没有需要这个计程车服务的啊？雨伞撑起来，撑起来。姐姐，我不会撑伞。那我帮你撑。你，好，我把我撑。我怎么了？叫小点吗？你是不是姓对陈？啊。我叫陈小这点里有啦，好多不你认哥是不是叫陈识小的东？客我还有一个弟弟叫陈小刀啦，你知道我叫陈小东那吗？个真的假甜的？你不要伪造好我哦！哦，妈的，不甜会啦，我是陈叫陈小小弟东叫哦，陈你小不要东这样差子哦！不多。这代表我个们这有个缘还是呐、点啊。啊，点是啊，那甜点交个电话吧，都姓陈。甜点哥可以啊。电话多少啊？我是2288，加我吧。2288。我是冬天的冬。啊，姐姐，我可以。哇，这样可以子的，啊，下雨可啦，以啊，那你下雨你跟陈啦，还好吗？你刚才跟那个小鸡鸡很哥好玩哥，啊，我们刚刚还你看他来了，我们七刚刚二还三，翻车，那也太长了吧！他教我开车，然后我从高速公路翻下去，叫然我后点点就好他啦。还把车给他开出来，然后还把他撞到一哎、欸，个女生，七二而三且女八生四就六，很怕，哎、欸，他一下车三撞八那四个六，门，那个女生靠就呀！落荒而逃哦。啊，那么可怕！哦，那你没事吧？你刚才这样摔车，有没有没受伤事啊，啊？没事啊。你知道刚哎、欸，这刚弄下一个出来来就啊！只是轻轻翻了一下，超厉害的呢。哦，哎，
好，那你的手机几号啊？我要怎么看一下？看一下。妹妹，手机号码不要乱给陌生人。妹妹，你小心哦。我不是陌生人啦。玲玲姐姐从我出来就一直跟她遇见。她都不带你去赚钱，你还要给她？我没有钱啊，我不是现在才来。哎、欸，手机号码先给我。你不能给她、啊。你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你手机号码先给我，我觉得他怪怪的，不要给吧。你不要给这个。可是刚刚、你不要推他出去淋雨了，很可怜哎、欸。可是我看他的言行举止，我觉得他怪怪的啦。真的吗？刚刚阿吉叔叔跟我还有那个小鸡鸡叔叔，我们一起去开车，然后他还说八年后要等我呢。他说八年后他要帮我买一个甜甜圈点。走了，妹妹，不要再说了，走了，快点。他把阿弟叔叔推走了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你要小心啊！好啊。我。对啊，你你赶快加我的电话，你加我电话，我加你。我没有密码，等一下。好，我电话是701660。喂，为什么手机都这么长啊？你先加我电话啊！那个，如果你真的有危险，你要就打给我啦。欸、你们是在偷家啊？家，偷家，姐姐我忘记了哎、欸，你可以再念一次吗？701660，有没有听到701660？这位阿嘎，哎，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不要乱把我的电话讲出去啦，这个黄衣服的先生，还是你想加我的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手机号码这么长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叫陈小东。陈小东，冬天的冬。陈小东，对，如果有人说我是哥哥的话，不要紧。什么哥哥？他到处跟人家说陈小东是他哥，但我不是没有他弟弟。你们好啊，有没有人需要计程车服务的、啊？妹妹，妹妹啊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这边是你好、啊，这边在聚会是不是？走了啦，妹妹，不是叫你走。走吧，走吧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乱留电话给人家，妹妹听不懂啊。嗯，我好像。叫我不要留，我不会用、欸，我晚点加你哦。保证金我只能交得起机车、啊。怎么打？教你啊，我教你。加一点油膜啊，小心哦。好哦。有人在叫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对对，对你直接开就好。啊，你怎么称呼啊？你看哪里很保护他、欸？我叫谢琳，你可以叫我玲玲就好了。谢礼啊，没有啦，因为他没钱，就是年纪跟我弟蛮接近的啦。哎、欸，他会不会被骗走啊？我也很担心啊，而且他们刚才还说，就是他们刚才还带他去开车、欸，哎，十岁开车、欸，哎，好像还发生很多意外、欸。对啊，刚才还有摔车什么的，我觉得蛮可怕的。贝贝安，那个带他们走的人叫什么名字、啊？叫做志龙啊。哦，志龙哦。哎呀，就是刚才那个志龙跟我说他在做 Uber E 啦，他应该就是在送货吧？哎呦哦哎呦哎呦哎呦，什么声音？这里怎么常常有这种可怕的声音啊？72846，哎，刚撞到你，不好意思啊。这边人那么坏哦。哎，点点哥，哎，你说有计程车服务可以找你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你电话是723846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、欸，怎么啦？哎、欸，那我手机号码算很幸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马上好，怎么啦？小东哥。哎，是。那你是做什么的？现在？现在就在这边打工啊，没有做什么、啊。跟我一样哎、欸。对啊。哎呀、欸，那个小东。哎、欸。你这样子，因为我没有这边的驾照哎、欸，这样没关系吗？我觉得在场都没有驾照啦，好恐怖哦。对，因为我刚刚看这位，去考驾照哦。这位好像一直撞。我有驾照。先挂电话。哦。驾照，驾照1500就可以考了，1500就可以考了。这位红红的先生。没有。妈的，气死！还是我们要去考驾照？对啊，我有点怕被警察临检呢、欸，等一下没有驾照被发现。汽车驾照1500就考完了，看一下，
考驾照的地方在哪里、啊？有点远哎、欸，我们走过去吗？那现在在下雨哎、欸，等雨停吧。可以撑伞啊。雨停是谁？我们等雨停啦。对啊，你们要等雨停来哦。等雨停下来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变这样子？哦，好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跌倒，我跌倒。哇，你全身都湿了、欸，帮你拍一拍。先生叫怎么称呼啊？欸，叫我布拉德特罗尔。欸，我有一个简称啦，叫我红色懒觉人。有没有其他的简称啊？要不然你叫我辣椒人也可以啊。辣椒人哦。对啊。你好，你好，辣椒人。我叫做谢玲啦。不是懒觉人哦。都行啦、啊、辣椒人懒椒人都有。你会比个赞吗？我觉得他应该不太会比吧。为什么你们都有雨伞可以撑呢、啊、你没有买啊。你包包里面有啊。对啊、哦、我们出门随身都会带雨伞呢、欸。啊这操呀真的比赞呢。啊雨伞很重要哦。哇比赞了耶、欸。什么比赞？刚刚懒叫人比赞呢。的包包里面有个拉链符号，你拉链符号打开它，然后拉链符号右边的内袋里面有个雨伞，有吗？政府发的。这城市很常下雨哎、欸。刚好天气最近不太好。哎！小姐，我看过你那么多次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、欸。我叫做谢玲啦，你可以叫我玲玲就好了。谢玲。对啊，但这个先生，我只有听到你是马来西亚人啦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吴永仁。吴永仁哦。就永远的永。仁至义尽的人啊！你说谁无用？你啦！什么什么无用人？无用人！妈的，第三声，然后在第二声，不是无用人他妈的会讲华语是不是？还是汉语拼音不好？没办法，语拼音那个是吧？雨太大了，听不太清楚。你可能要去医院检查耳朵啊！有没有啊？雨太大了嘛，看那个雨什么时候停嘛。啊，不变。哎、欸，那有人，你刚才骑脚踏车绕一圈，你有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就垃圾桶在那翻而已。你怎么还在翻垃圾桶啊？哎、欸，我等一下要翻了。有人在那边上翻。你是不是没什么用，只能翻垃圾桶啊？不是哦，那边看起来钱很像很难赚这样。你不能因为钱难赚就去翻垃圾桶啦，做人还是要有一点尊严。我作为一个逃犯，你看这是我用自己赚的钱买到的汉包，尊严啊，这样很脏哎、欸。我讲一下、啊，送卡车的地方都有很多大垃圾桶，有时候会有一些三明治掉出来，我就捡起来了。你不要捡啦、哦欸，很好吃，没有，那是人家员工刚刚丢出来的，新鲜的，我就拿起来了。人家会丢就是过期了吼。没有啦，人家餐厅哎、欸，餐厅就是抛弃那个啊，就是废弃的食物。卡车都是送餐厅的货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新鲜的。也蛮多东西他们丢掉，其实还可以吃的。对啊，超浪费的。搞不好、但是从垃圾桶捡还是不太好啦。没有，就很多可能女朋友什么都想多吃一点，要男朋友吃啊，结果都没吃完啊。对不起。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？我没有。你是不是常常吃到吃不下？我看隔壁。你是不是常常把食物送给男朋友吃？欸、没有、啊、你有男朋友？我是看隔壁桌的都点一大堆，然后就说你点那么多都吃不完，然后说什么你是交男朋友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是直的。那你那一桌有谁？我那一桌就一个蜡烛。好哀伤哦。对啊，对面有没有一只熊？海底捞他们时常都放那种一只熊给你。拍拍。不要去面壁思过了啦。
讲到他的伤心事，可以预定了耶！我妈妈要去考驾照。走啊，走过去吗？我已经有，我有驾照了。动作很快耶。没有啊，要安全啊。那我们要一起去考驾照吗？走啊，走啊。对啊，一起去。啊，散步啦，边散步边聊天呢。不要怕被警察抓哦，没驾照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地图。被抓到他妈的！对啊，可能要边走边看吧。无照驾驶会不会关呐？对啊，对啊。不会啦，罚钱而已吧。我记得无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边无照的都没事啊。我们这边我家无照的，我会不会关啊？然后再也不能考驾照哎、欸，超可怕的。哎、欸，计程车服务、欸、需要计程车吗？点点哥，哎、欸，点点哥，哎、欸，咋啦？我问一下，考驾照送到我们考驾照那边要多少钱？啊、我看看呐、啊。几个路口而已啊，小弟。好了，算你们这个650啊。啊，能不能再便宜一点？那我出250，你们出200啊，要不要？好了，不然就算你们600就好了。那我们一人200块，好吧？好啊。共乘还是比较便宜啦。真的。肯定的。哎呀，请系好你的安全带啊！要开始飙车啦。有警察，你要小心哎、欸。不用怕啦，警察局我家开的，还要跟你说。那你怎么不是做警察？你应该开警车来载我们啊，这样你就可以闯红灯嘞、欸。我心里有那个坏坏的那个基因在啊，不能当警察、啊。坏坏的基因。对啊，我是个坏人啊，你们感受不出来吗？没有，我们觉得你人很好啊。没有，我超级坏。人很好的坏人，好坏人，还是坏好人？因为哎、欸，感谢，哎呀，到了，耶！来600块车资，丢地上啊、哦，自己捡哈。哎、欸，过来一点丢啊！还要离开远一点哦。结果，还要离开远一点哦。好了，还有一袋呢。我给了。哎，这也是你的车哦。是，我以为它被丢到下面了。好了，感谢啊。谢谢你啊，点点哥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好啦，有需要再 call 你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谢啦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比试喽。加油啊，大家加油啊！比试，哎、欸，你们这样子还听得见吗？可以，第一题以上皆不是。第一题是什么？第一题是什么？以上皆不是。哪有以上皆不是啊？有啊，当有、欸、我们的，哎、欸，我们的题目不一样、啊，哎、欸，不一样、欸，哎，糟了，糟糕，太聪明了吧！糟糕！哇，我想说是用电脑作答，没有监考官，我们还可以稍微糟了，沟通一下、欸，我们太小看人。好吧，靠自己，靠自己。然后你呢？情况下才允许前方超车。住宅司机，让你背影啊！哎，我考完了。你好快哦，我还有两题吧。哎，我考完了，通过了。汽车驾照吗？还是大卡车驾照？啊、我觉得刚考的是大卡车、欸，哎。啊？
好，那我们先考大卡车好了。还是汽车啊？那个 size 怎么看都不是汽车吧？咋办？还是都要、啊？欸、不对，可是他们刚才说什么驾照不是一千五吗？所以他们考的是汽车吧？是考汽车吧？那我们就考汽车好了。大卡车好贵哦。喂喂喂喂喂喂！你们没事吧？你有没有怎样？李林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你还活着吗？有看到他吗？李林，伸出手，把手给我。Hello， 把手给我。你还好吗？我拉不出来。啊！你没事吧？我出不来了。你只是出不来而已吗？你有没有受伤？这个要叫警察还是叫救护啊？刚这个我翻不过来了。哇！你下得了车吗？你车是坏啦、啊，感觉没哎哎哦！哎呀哦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刚才把车门踹开了。我天哪！好了好了，补偿你，你上我的车，我们一起考试吧。可以这样子吗？我记得是可以啦。哦天啊，好痛、啊、好痛哦！那你们小心啊，我们等一下绕一圈回来再见面。好。哎、欸，你上不了车吗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车门锁起来，等一下哦。哇，副驾锁死。哎、欸，结果，可以吗？可以上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。好，加油，小心开、啊。好，加油。哎、欸，那台车这样怎么办？知道哎、欸。叫交通警察吗？等我们考完回来再讲好了。好。哦天哪！刚刚吓死我了、欸，我刚刚已经失败，他说我错误两次了、欸，我也是哎、欸。那你千万不能超速哦。我要想怎么定速哎、欸。80公里。还是要换你开？我开车技术其实也没有很好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帮你看。你一旦快超速，我会赶快通知你。把安全带系好，我飙喽！小心不能超速哦。我飙车喽！慢点，打开你的车灯。我车灯打开的啊。哦，对，还好你有开。可以，再往前。离80公里还有点距离，不要害怕。哎、欸，你刚才有没有遇到警察、啊？我有看到啊。等一下，他这边给我停下来了，他不让我走了，我粘到口香糖了。哦，没事了。车子是不是没有定速系统啊？对啊。这个定速系统坏了哎、欸，我按没有用。他们的车比较老吧，车比较老旧。哎、欸，定速系统坏啦！这样要开得好小心哦。真的。小心。我的油门都是踩下放开。真的，我也是。脚都有点抽筋了。真的，我怕突然脚麻了一下才按下去。我停在平交道上应该是可以的。没有火车，我帮你看。哇，听起来好无力哦，等一下顺便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好了。没有啦，我没事啦。刚刚医院1000块啊。哦天啊，太贵了。没有啦。好恐怖哦。我刚才就是踹车的时候稍微脚底扭到而已，应该没事啦。
好好好。只是就翻过去的瞬间，我吓呆了。我也吓到了，突然飞起来。对啊，可能我们那个吧，太接近了。嗯，太有默契了，同时叫车。高速公路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开开开，120，120，别怕，我怕，别怕，我下车换你开，不行，不行啊，高速公路上可以下车啦，120，120，120，有啦，我有看啦，然后一下要注意油那个时速，一下要往前看，很累啊。三次犯错的机会，就重考，重考试还要重付钱。对，应该也没钱了吧？对啊。你剩多少啊？看一下。我剩3000块而已啦。呦呦呦！哎、欸、我，嗯，等我一下哦。好好好好。肚子有点饿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是肚子有点饿，我现在可能。我在想。我先就是你知道有刚才我在梦里面有梦到就是有外送啊。哦、哦，你等我一下哦，马上好、哦。好、哦。我做个梦 哦, 哦，睡一下、哦，我希望我睡醒你就到了哦。重考现场。不行啊！啊，你赶快去啦！如果说是这台车，这台车失败了、嗯，我那台还可以再考吗？哎、欸。啊，没有，可是他就说你失败啦、啊哎。哦哦，好近哦，哎、什么东西啊？快跑，快跑！好恐怖哦！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啊！我开很慢啦、啊。好，发呆一下，马上好啊。好好好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没有驾照也可以送货啦。知道了哈。这整个鬼岛。都没驾照的啦，啊、有驾照还会被撞好吗？想给我载，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啊，对不起，想给我载，我现实不会开车哦，我讲真的哦，因为我觉得我不会买车。虽然可以说用租车啦，然后就带朋友一起去旅行之类的，但是我想说都跟朋友出去了，那朋友一定会开车。啊，你们说啊，可以再点点啊，不，点点会开车。我把生命交给了他。欸，太贱了啦！哎、欸，他太坏了啦！我刚下高速公路，对，马上超速，对不对？来不及刹车啊！他太贱了，我剩两次机会啊！我、哦、还有三次。抱歉，抱歉，我要重来了！真的假的？对，你开你的。那个。嘿、hey, ，那个谁啊？他上我的车，他应该也要重了。他不在了。哦，他不在了吗？哎、欸，他应该跟我是一样的东西。他睡着了。对，你开你的、啊，你慢慢开。哇，哎、欸，可是我撞到你一下，会直接耗掉你两次机会哦。那考官也太严格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他说我车坏了。都快到了說，说没有，我、哦、下坡超速，好吧？他说我车坏了，是我害了你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小事小事。现在怎么办啊？但这里的车都没有
限速系统、欸，真的是很难开、欸。对啊。等你们都好了，这样要换你开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再叫点点来载我们去打工啊。哦，可以啊。这台车不知道谁的、欸，这是四人车吗？对啊。他刚刚应该开这一台的哎、欸。欸，可以欸、啊、可是要解锁是不是？欸，对，要解锁、啊。那你比较好了，我觉得警察会来。但，欸，我以前是汽修科的，其实我很会用这个欸。欸，真的假的？你试试看啊。但啊，是不是有可能会触发警报？是不是？会啊，就是会啊。哇。欸，我有简讯欸。竹竿跟结义。刚刚那个怎么会失败？我第一次在那个地方失败欸，撤！哎、欸，刚刚你驾照考过吗？应该是没有啦。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超速了，然后又说车坏掉，没有。被撞到吧，我撞到小东，然后那个考官判定他失败了。那可是你的嘞，你的考官有说什么吗？我的考官你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说什么，应该是在我的那个就是我现在眼前没有看到那种点点啊，叫我要到那个点点去这样。那个 GPS 已经没有那个了，已经没有线路了。对啊。来啦，我们再考一次啊！这是我给你钱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一起。什么叫一起？换你开吗？要不要换你开？好啊，好啊，你相信我技术是不是？对，我相信。你要哪一个啊？汽车。对啊，啊你先叫你的车。啊你那个好，对不起。你刚才是怎么开中控锁的、啊？就是你那个，你等一下，你车子的右那个上面有个波浪符哦，那你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哦、啊，他说要等我们考过，然后再叫点点一次载我们。天啊，人真好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应该很自责。你开慢一点。没事啦。我现在状况是两只手抓着那个能抓的地方了。没事啦。欸，你起步慢一点啊，油门踩慢一点啊。不要怕，没事。油门踩慢一点。好。我在这边等你们。好。马上回来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闯了啦，闯了啦。没警察吧？没有没有， go, go, go. 我再帮你看。哦哦哦！哎！啊，没事没事，一次而已，一次而已。我看到三次了，为什么？我看到是一次哎。好好好，你放心，接下来不会再。我来开好了，我来开了。不会啦，不是啦，我剩三次机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剩两次机会啦。你剩两次。我没骗你，我真的剩两次啊！换我，换你，好恐怖哦！怎么会啊？我只有一次哎、欸，所以我刚刚叫你都不知道原因啊！我刚刚就是叫说我已经超速了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好，对不起，不该让你开的，我错了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哦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错啊。是你的错、哦。对啊，我道歉了嘛。好，你慢慢开哦。好，你吃你的东西啊。睡你的觉。到了我再叫醒你啊。没有，不睡啦。睡一下，你不是刚梦到的有东西吃，再去
蹦一下。我可以一边做那个啊，一边做白日梦，边吃啊。那可以120了哦。可以可以，高速公路。而且刚刚一下交流道，马上就超速。很快下的时候就要减速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那个哎、欸，驾照还蛮严格的、欸。很严格啊。啊，你哪里人？我哪里人？台湾人。嗯，我也是台湾人。对啊，刚刚那一班机好像都是台湾人出发来这边的。我刚才遇到一堆外国人哎、欸，什么澳洲来的、夏威夷来的、刚刚美国来的，完全找不到人可以聊天，因为他们讲英文我听不懂。那、啊、你刚才是怎么来城市的、啊？从机场？从机场啊，就搭那一班飞机，就遇到一些人啊，然后下来刚好有计程车载我们来这里。是不是一个穿白色衣服的？然后长得像星星的吗？不可以这样。